会呢，我们的导演呢会坐在那边。掌声欢迎导演跟他的夫人，也是本片的女主角。怎么从写诗然后走到拍电影的这个历程？이것도뭐그런혹시보시는분들수준의그런기분지요어찌어찌애가있어그런가我实际上为了拍摄这部片，我大概辅导六个月，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就是。这样的反应跟当初导演的预期是一致的。那公开中なので、すべての反応を知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です。如何去揣测？从目前的到现在，这么多电影的角色，然后今天看完电影，也可以抱着这么多的疑问，然后跟朋友讨论也好，然后自己沉淀也好，真的很开心，希望能够沉淀给大家。Thank you.